毛孔粗大。皮肤暗沉。飞哥的皮肤嘛倒是没什么问题。但是可能因为年纪大了，皱纹太多，抬头纹、鱼尾纹、法令纹，我也救不了你。水油不平衡 ，T 区有两颊干，还有黑头和白头，得好好拯救一下了。没想到班长的盛世美颜又被吐槽了一天啊！不是明月，你喊我们过来干嘛？教你们洗脸啊，顺便抵掉秦东海借我钱的利息。不是吧？你想的太美了。再说了，洗脸还要人教啊？今天教洗脸，明天岂不是教吃饭啊？哎，你说对了，我真有这个打算。洗脸我们都会，我们天天洗。对啊，天天洗和会不会是两回事。别说了，把手伸出来。我就不用了。为什么不用啊？别搞特殊。我是你师傅，无礼。什么师傅不师傅？别倚老卖老，这里没有师傅，这里只有花小姐美容小课堂。从下巴往上推，由内而外打圈，看懂了吗？哦。还有，从 T 区往下，鼻翼两侧着重清理。哪里不平衡了？白头黑头又是什么？难道是这个？